谢谢谢谢大家。哎，我这孕妇给您说一段。怀孕就是那么方便。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受大家欢迎。哎，我们一下场啊，大家还是接着听他。嗯，我们算助演嘛，是帮助他演出。嗯啊，你看我们一上来他们都走了，你对我们是个打击啊。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这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7:30开始演出，现在已经快10点钟了，大家在这坐着也很辛苦的。对，听相声也累啊，听了4段也非常。大家也需要上卫生间呢，方便方便呢，抽一支香烟呢，放松放松，嗯，休息休息。哎，郭德纲说2段连说带比划，他也挺累的，是到后台呢也得歇一会儿。嗯，我们演出就是个过渡。对，您记住了，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谢谢。俩事儿啊，非连一块儿说啊，这样说有效果。大家喜欢听相声，对，尤其对郭德纲的相声您最爱了。嗯嗯，不光您喜欢，我们也爱听。幽默，我喜欢听郭德纲。嗯，为什么呢？我跟他是好朋友。哦，好朋友到什么程度？关系特别密切啊，发小。发小，发小，您明白这句话吗？你解释解释。就是从小就认识，嗯，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哎，郭德纲人品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吧？他有什么问题？说话不算话。他许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我们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这孕妇这嘴呀、啊、也够刁的，小快灵是吧？但是他说相声受欢迎。嗯，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是，那时候我们都才10几岁嘛。呵啊，郭德纲也是，说相声不容易。对，确实不容易。后来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在这个思想上呢，就不能控制好自己了。这话怎么讲啊？有些方面呢，做得不太完美。哪些方面？尤其是这个作风问题，啊，您不了解内容。他火了之后，认识那个女明星啊、女模特啊、女歌手啊、女导演呢、女演员呢、女个体户啊，反正就比较多一点了。职业倒不挑。他这认识了以后呢，就慢慢过度的经常往家里带。他媳妇儿经常不在家，出去旅游去玩去，往家那回领回来一个，在北京嘛，领回来俩人在客厅里干嘛呢？搂着，女模特长得特别苗条，身高得1.76米，到他这儿是吧，大高个儿，够高的啊，一共才不到100斤，俩人在客厅搂着这样。行行，你再把你自己系上，就是，行行，不好学这个，反正俩人搂着，正搂着呢，没2分钟坏了，怎么了？里屋门开了，是，咣啷啷啷啷啷，门开了。他们家住窑洞里，他以为是他媳妇呢，其实不是，是他那儿子，郭麒麟。哦，现在你看郭麒麟长得反人模狗样的，是不是？这叫什么话？那时候小，12、13岁。郭德纲一看，哟，怎么宝贝儿，你怎么没上学去？哦，我让你退的学，对。这还搂着呢，哎，你别误会啊，你别，这是误会。这个是爸爸的朋友，你叫阿姨就行啊，阿姨长多漂亮，是不是？是。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逗着玩，给你100块钱，出去上网去啊，走。怎么教育孩子？拿100块钱让他上网去。这孩子真不错，没受到金钱的诱惑，拿着100块钱，看着这俩人，受不到这，这倒霉孩子怎么回事？你再给100，阿姨多漂亮，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啊，接着漂亮，走，拿200还不走，看着呢，这倒霉孩子，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再给50，走。拿着250块钱，郭麒麟没走，不走，不光没走，说句话，郭德纲吓一跳，说什么了？爸爸，我不走。为什么？上回妈妈带个叔叔逗着玩，还给800呢。啊！这孩子确实意志坚定，你知道吗？这是坚定。说都是真事儿啊，各位啊，真事儿啊。为什么呢？当时那800块钱是我先垫上的。你知道吗？爸爸，
你说这是多少年了吧？你保险时我提过吗？你是没提呀、啊。嗯，你这比提还狠。就是说呀，这说相声跟说相声之间呢，开玩笑什么，您别相信。哎，其中有真有假，对吧？您得分析着听。分析着听，您甭分析，这就是假的。你说给钱这是真的，你说1.76米那是假的，是吧？反正有真有假，您也摘开着听。对你有利都是真的。反正郭德纲呢，他夫人呢，这人特别大度，啊，心胸特别豁达，特别豁达，是吧？我拦您一下，这豁达是什么字眼的？就是心胸宽广啊，心胸比较豁达。我们一般都说豁达。是吗？啊，你们这个洛杉矶叫豁达是吧？反正比较豁达吧，反正豁达，比较豁达，豁达豁达啊！他媳妇这个人特别好，嗯，哪儿都好，就一个缺点，毛病是郭德纲的媳妇一说话呀，让人不爱听哟，语言不太美。你瞧，说白话就是什么呢？刀子嘴豆腐心，哦，心地特别善良，嗯嗯啊，特别好的人，是就是不会说话。郭德纲对这点的意见比较大，哎，把他媳妇那天叫过来了，他媳妇天津人。哎，臭猪，你过来一下。这叫什么名字呀？就你师娘那个外号。哦，外号叫臭猪。是吧？我记得有个外号，叫什么猪？龙猪。不是。什么猪？人叫秀猪。秀猪，秀猪，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这语言太不文明了。我怎么了？你看你这个语言，什么叫怎么了？你得说我怎么了？对不对啊？你太不文。比如说吧，我来个媒体的朋友啊，或者是同行同事的，你一来你老不好好接待人家，你这一来二去，我这都没朋友了。你没朋友可不赖我啊！我告诉你啊，都你自个儿导致的。那不是我，那你也得文明一点是吧？这么办吧，一会儿我出去办事儿去，我约了一位我们这个同行，约了老张。老张到咱家干嘛来呢？到咱家吃饭来啊！你一会儿他要敲门呢，你给接待一下。我怎么接待？这还不会，一敲门你把他让进来，您说请坐，加个请字显然有学问，听见没有？请坐，请喝茶，这眼前话还不会说吗？后边你问问他，您贵姓啊？您贵姓显然有学问，听见没有？哦，还那么麻烦，你的姓嘛不行？哎，还得您贵姓啊？对呀、啊，对方肯定回答我姓张。我说那我约他来吗？你得问一句，您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问两样显得有学问，听见没有？哎呦，那么复杂，弓长张立早张，对吗？啊，行行，记住了啊。他说我是弓长张，然后你再问一句话，说您用膳了吗？用膳就是吃饭，嗯，这是文词儿。他肯定说没有，因为我约他来就是吃饭来的。他要说没有，哎，你说您稍等一会儿，我上厨房啊，我给您备膳。就是准备饭，记住了吗？记住了，你甭管了，走吧。嗯，他甭管了，是，他也不管了，啊，全不管。郭德纲走了，换好衣服出门了，媳妇在家背词儿，还挺认真。你得请进，你得请喝茶。你得贵姓啊？哦，姓张。你得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这句用背吗？你得用膳了吗？别忙你了，马上给你了备膳。背挺熟，是外边有人敲门了，嗯，棒棒棒，媳妇机灵一下子来了，谁呀？我呢？把门打开，那姓张的朋友没到点，还没来呢。来的谁呀？来了一位，提前没联系，嗯，姓朱，叫朱永义，哟，相声老演员，今年70岁了啊，跑这儿串门来了，他哪认识啊？是啊，哎呦，你了，请进，我岁数不小了，你了，请进，请坐，请喝茶，还挺熟。老先生挺高兴，往这一坐，拿起碗来刚要喝，哎，你了贵姓啊？这朱老先生，哈，我姓朱。您再考虑考虑。这有考虑的吗？您怎么能姓朱呢？你姓张，别开玩笑啊。这朱先生不知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姓张呢？我姓70多年朱了。对，我不姓张，我有一个师弟叫张永久，他姓张，你知道吗？我姓朱，叫朱永义。你怎么能姓朱呢？你，哎呀，真姓朱啊！啊，不改了哈，没改过。你这怎么办？姓张可以问两样的，弓长张、立早张。你姓朱怎么办呢？嗯，那也得问呢，显着有学问呢。弓长朱、立早朱啊，那玩意儿不念朱啊，那个。这大文盲了。灵机一动，你乐姓朱哈？对。我问问您，嗯，您是公猪是母猪？
这朱永义说一辈子相声，没想到这儿受一刺激。这头一回来串门，怎么误打误撞的？这谁呀、啊？这人是怎么说话？怎么不懂礼貌啊？那也得回答人家呀。就说呢，那什么，您看我这意思，您还看不出来吗？啊，您介绍吧。那个大爷不才，我是一公猪。公猪。哦，公猪，我看你也像公猪是吧？公猪，您请坐，请坐，请坐，别那么拘束啊。公主，我问您点事儿啊，您善了吗？呦，你这玩意儿，朱老先生当时脸红了。那还不红？你这怎么开这么重的玩笑？我跟你也不过这个，善没善呢？我也有点含糊。你看，哎嘿，那个我呀，啊，可能还没善呢。没善？没善太好了，你在这坐一会儿，我上厨房拿把刀，现在就把你善喽。叫什么语言呀、啊？朱先生说：“咱拜拜吧，您呢？来时候全虚全影，回去改太监了。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是够贺达的。所以说呀，这个人呢，交流不了啊。哎，这个玩意儿挺难为情的。那可不、啊，是不是？郭德纲因为这个没少着急。是啊，郭德纲这人经常带着我们德云社走南闯北去。对对，不带他媳妇儿，带他媳妇儿怕出去说话呀，让人不爱听。哪儿都不让演。带着我们演员去。嗯，但是演员呢，就是这些人呢。”于谦呢、啊、侯震呢、啊、我们呢，反正这些人轮流去吧，跟着演出。咱这海外咱不说，国内都走遍了，是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我们经常去。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什么大家鼓掌呢？各位朋友哪儿的人都有。对，刚才我可能说的您老家是吧，您这哪儿的人都有。特别是去年夏天，郭德纲带着我们到那个哪儿、那个？那个日本。哦，日本，到日本省去演出去，是吧？谢谢谢谢。我跟他们那个省委副书记一聊啊，他们那儿也有相声，叫漫才。他那叫相扑，他那不叫相声。干嘛你打算？不是，日本不是省，是县。我跟他们那个县委副书记一搭个，您猜怎么着呀？别跟人搭，他们都倒口。不对，嗯，日本也不是县，小区，越来越窄了。什么？你说吧，几号楼吧？您说。不，好家伙，几零几？列位啊，都爱国啊，对，但是日本也是国家，独立了。不知道，我天天我买那个《北京晚报》中缝底下没登过这个。不是，日本的就是国家啊，他爱是什么是什么吧，跟我没多大关系啊。哎，反正咱不说他的行政区划吧，反正带着我们到那儿演出去。嗯，郭德纲跟于谦的人属于领接主演，领接主演呢，这个身份呢，不是跟侯震他就不一样。你不是啊？不是，侯震属于这个替。高老师，不是，您等。干嘛？你别起行吗？领什么主演？我问。你看这种没有文化的神情啊，你特别随你师娘，知道吗？领接主演，领接呀，就是主要。你不一样，你是站接的，你是不一样。领接就是领着你们去站接。领接主演，您啊，您比我还没文化。为什么呀？这次叫领衔主演呀、啊，是吗？多新鲜！咱就不说，甭管领着谁吧，反正是主演。郭德纲、于谦人是主演，对，主演待遇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人家买机票的时候，人家坐的叫头等舱。嗯，不知道哪位您坐过啊？头等舱那座特别宽敞，啊，坐往那一坐跟大发沙一样。不是，哎，我还还能躺着。我还给您更正，大沙发，这是个译音的，就是大发沙，大沙发，沙发，沙发，沙发也行。大沙，你听这名字就软和，是不是？大沙发一样，往那一坐。于谦老师有个毛病，上飞机准睡觉。为什么？他胆小，一起飞一降落呀，这叫超重和失重，他受不了。临上飞机来15片安眠药，早睡、吃了。15片，也看路程远近，道远就多吃点，近就少吃点。半道醒过来麻烦了，怎么还得让他助理补一棍子？对，彻底归天了。啊，这于谦在那儿睡觉。郭德纲，你说干嘛呢？你跟于谦聊天，他睡着了。那可不，看手机人不让开。哎，看 iPad 还没电了。嗯，看书看报眼花，看不清楚。是，勾的空姐人不爱搭理他。嘿，他是有操略，在北京机场买件上衣。嗯，夹克。嗯，夹克不有个拉锁吗？哎，他就玩这拉锁。
各位，这个拉锁自从被发明出来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它拉上，这没有娱乐功能，他就愣玩。你这有什么可玩的，你拉上拉开拉半截拉不上了，玩坏了，玩坏了什么意思，就停在中间，往上也蹬不上去，往下也拽不下来了，卡这儿了。哎，你就这待着也好看呢，他不去，他把下边给劈开了，上下都敞着，中间连着，一下飞机带着 X 人就来了。我们看见好意思问吗？你这个这么大的腕儿，你说这么知名演员弄这一形象，这不好看呢。到了酒店放好行李，我说歇会儿吧，不让咱休息。日本我也没去过，到那儿他不让咱歇着，上屋找我来了。是，高凤，高凤，我说干嘛？咱回去，回去干嘛？这不刚来吗？拉东西。咱呐去，你跟我去买点东西去，买点东西。我说买什么？买盘去。你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这个人呐，你这人这思想，盘已经买完了啊，知道吧？买完了，他思想更厉害。哎，那个我快急了，那不用你告诉我。是，买了好些个，一会儿咱跳啊。哎，行了。你看见了吗？我这个衣服是新买的，这衣服挺好的，全皮子拉锁，让我玩坏了，现在脱不下来了，你知道吗？咱俩上商场买个拉锁啊，你受累，你给我换上。哦，你给换。我说不行，我不会换这个。另外，你到那儿买去，语言不通啊，这个拉锁这个词啊。他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上来的，因为你外语拉锁你会说吗？你不会说，你到那儿你买不了。没关系，不日语吗？我会说日语，我会。你看我这个头，我母语就是日语。没有自己说这话。我那你会，那太好了，我跟你出去长长见识。走，跟他去了。酒店旁边自带一商场，是啊，坐电梯奔二楼。二楼是专门卖这个日常用品的。哎，甭管怎么说，人那儿服务人员呢挺热情的，哎，这是优点。过来还跟我们问好呢，哆了哆嗦的。Ohayo gozaimasu， 这什么意思？问好。Ohayo gozaimasu。郭德纲一听，猴哈腰，一会儿你妈也得死。上那儿诅咒人家，这报仇来了。你这，人家没听懂啊。那对。我当时我乐了，我这两下子还不如我呢。呵，日语我还会个七八句呢，这小子一句不会，感情，脑子快。不会日语干嘛呢？怎么办？跟人说这个 English， 哦，说英语。Hello， 这行了。英语他会的少啊，他也得慢慢想啊。不急。Hello，Hello sir， 人改英语。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Hello， 人以为他没听明白。Hello sir， may I help you？ Hello。穷磨分倒挺热情，是会的少，他得想，他慢慢组织啊，他得说蹦字儿，也就是 Hello I want to 买个拉锁 Understand 两叉，人能懂吗？ I'm sorry I want to 买个拉锁。你大点事他也不懂啊。 Pardon，人以为他词汇量不够呢。 Pardon I want to 买个拉锁，懂吗？拉锁懂吗？这是多标准的天津话。那能懂吗？你为嘛就不懂呢？这连我老爷都懂，知道吗？多废话，你太废物了。拉锁你这还非得 I want to buy this， 行吗？全英文行吗？够意思吗？I want to buy this 拉锁，拉锁，拉锁嘞锁嘞，买个拉锁，懂吗 ？I want to buy this， 跟他比划就完了。This， 哎，比划这么三五下，人真明白了，真不错。到前面那柜台给郭德纲拿来了拉锁、军刀。各位您分析他这动作，唰，人家那儿有流行这个，是不是以为他要自杀呢？哎，郭德纲也害怕，拽着我就跑了。是，所以说语言不通啊，到哪儿啊他就吃亏。嗯，他有障碍。对，你看我们来到美国了，
包括我们前两天到加拿大了，都是这个英文国家，学点英语有好处。是你喜欢外语吗？哎，我呀一直想学，但是没找着合适老师。不用找老师，嗯，自学就行。自学看看美剧啊，结合着语音呢，结合着字幕啊，你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是吗？这就是一个环境的熏陶。哦，对吧？郭德纲在这方面稍微差一点，语言不行。于谦老师好。哦，为什么呢？爱学习，嗯，喜欢读书，喜欢看报。哎，这就是优点。喜欢研究。对，大家熟悉于老师三大爱好，三样：抽烟、喝酒、烫头，嗯，大家都知道。嗯，其实这是用于宣传。嗯，于老师，你细分析，抽烟喝酒。男同胞都喜欢，都是于谦吗？不都是？那可不是，是不是？烫头，现在这在发型上做的文章很正常。对，于谦最喜欢的，最爱什么？养宠物，活物啊！您别乐，养动物。于谦在北京郊区有一个小动物园，嗯，叫天上人间宠物乐园。哎呀，养了好多鸡。嘿，是，嗯，咱这台上说话可没边了啊。有边您得早去。人家天经地华。怎么了？怎么养好多鸡？鸡怎么了？下蛋的鸡呀，啊，鸡是一种动物啊。我，鸡怎么了？鸡是很正常的一种动物。我知道。鸡一种下，不是你媳妇那种，不是，不一样，有点区别，有点区别。你媳妇那种。不一样，不是你媳妇不属鸡的吗？他属的是外国鸡，知道吗？咱说中国鸡，你甭说属什么的，啊，就鸡下蛋的鸡不都这样？我给你学一鸡。这鸡是怎么找不着妈了？是怎么着啊？干嘛呀？哎呀，找不着窝了。行了，你要开屏是不是你？哦，有点画眉章那意思吗？这鸡是要干嘛呀？不难产。哈，你说这鸡下蛋呢，下不出来也着急。不怪这鸡，于谦老搬个凳子坐那儿看着。你看就看吧。刚下出一头来，他拿手给捅回去，走。你憋的那鸡都快疯了啊！看见卷毛的就跑。对，于老师烫头啊。你说这于谦穷极无聊，闲着没事就斗鸡。斗鸡。还骑马呢。骑马好啊。骑马，高头大马，嗯，头着尾长丈二，提着背够八尺。嘿，背上鞍子，拿好鞭子。啊，呀。郭德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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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儿，这俩人他都给霍霍了。不是霍，他喜欢骑马。嗯，高头大马。是，你也喜欢骑马。我也爱骑马。说半天了，还没跟您聊聊天呢。咱聊啊，你叫什么玩意儿？不是，我对他熟悉，对你稍微差点。什么叫我叫什么玩意儿啊？那你是不是玩意儿呢？我不是玩意儿啊。啊，他不是玩意儿，你看他不是，我是玩意儿，就是你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什么玩意儿？你说，就是您怎么称呼吧？我叫什么名字是吧？您叫什么名字？栾云平，蓝精灵。好，我跟蓝先生呢？嘿，我们认识十好几年了。您啊，您都认错人了。您不蓝精灵吗？根本我也不姓蓝。您贵姓？姓栾。栾精灵。姓什么都是精灵。栾什么灵啊？栾云灵。哦，栾云灵。我这名字没有灵。灵不灵？不灵。你那能我栾云平。栾云平。哎，谁给你起的倒霉名字？这怎么叫倒霉名字呀？谁给你起的名字？这是郭老师起的，这艺名吗？哦，郭德纲给起的艺名栾云平。对，云字嘛，云鹤九霄嘛，龙腾四海呀，啊，这都是郭德纲的徒弟。嗯，中间带一个云字的栾云平，说的就是你。嗯，知道你。哦，大大有名。哎，不，狗养狗养。这个什么叫狗养啊？久仰大名。哎，久仰大名啊，了不起，这是德云社的台柱子。嗨，不，每天都在后边抬柱子。我是搬家公司的。我是不是他喜欢健身嘛，对吧？抬什么柱子？这个栾云平了不起，您不了解他，不光相声说得好，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嗨，
德云社分几个演出队，嗯，我们这个演出队17个人，哎，连我在内这16个，刨出他啊，我们叫普通演员，嗯，他跟我们不一样，这分别是，这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一个有职务的人，真的，我们这儿唯一的一个职务人，是吧？我是摊子，你不是摊子，你是职务人。这有什么分别吗？这个不是你有职务，您说我什么职务？你的职务就是大战僵尸，就是我不爱。这可能不对。干嘛可能不？你什么职务？你说，什么职务？什么长？熊长？什么长？领长？什么长？什么处长？他们给我们这选叫队长。会长、队长，相声队的队长啊，那是最了不起的这么一个人呢、啊。哎哎。我们都特别尊敬。哎哎，成，咱对的，不是您说没吧？咱禁止抚摸，好不好？不是，我就想介绍介绍你。介绍，一会儿你给我杵下。艺术也好，人也好，这不是拍马屁吧？拍马屁这仨字非往脸上拍是不是？不是，你撂，不是拍马屁，你把这熊掌撂下。说学逗唱，人家这队长，人家都听说过。就是。这就很难得，是不是啊？您说。不是，您这啊。我不知道哪个您是曲艺家。您先等一等，我怎么还都老一听说过呀？听说过怎么了？听说过没见过啊？25000里吗？你提着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吗？你听说过没有啊？不是，我不是就这个，我们也四门功课，说些逗唱，这干嘛听说？我也会。你会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你会啊？会这不矛盾，说学逗唱这个有意义啊，尤其这个唱啊，你不是唱歌唱戏，唱个曲剧，那不叫唱啊。说学逗唱归为学，学唱跟人学，跟人学变老猫，是不是？嗨，学唱，说相声的唱，单有说相声的唱，对，叫太平歌词，这是招人龙年元年的时候招揽观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撂摊的时候，那给人展示的。不是说这干什么？是不是啊？啊，其实叫撂地啊。对，其实叫撂，人以为咱不懂呢，叫撂地的时候给人展示太平歌词。还有一个叫蜀唱来宝，蜀来宝后来发展了，发展成快扁啊，什么快什么，跟这个快扁书，不快板，快扁的书，快板不是快扁，快板书，快板书这方面，各位朋友不是谦虚啊，我是比较专家的，我是专家，是吧？他这属于外行。今天我也很高兴来到洛杉矶，今天我给大伙唱段快板书，各位你欢迎不欢迎？谢谢大家伙，谢谢大家。这不是谁欢迎，这不是愣要他。你就粒小小，你在这儿你小小，您先撂下这顿。因为什么呢？这东西是快失传了啊。不是，现在全世界基本超不过3个人会了、啊、什么就这玩意儿、啊、哎，什么叫这玩意儿啊？不是，怎么我干嘛还跟你小小？你不行，这后台有手的就会打快板，知道吗？不可能，他们都游手好闲。今天这么办啊，我在这儿我来一段，不是我岂不瞧你姓栾的，我还瞧不起你呢，没梗了啊，没意思了、啊。什么叫起不瞧啊？就是不是我看不起你啊，我唱一段，你都不知道是哪段。不可能。真的吗？这，听着，我从小我听快板。你不可能，我唱一段，你要知道，咱俩掉根儿，我是你儿子。得嘞。别，不是乱了。嗯，不要不掉根儿，我是你儿子。你不要客气。去。干嘛我客气来了，跟你这儿你不要是谦虚了啊？我不是谦虚。你准不知道？我准知道。听这个，你这唱，儿啊！啊！怎么意思？我马上要唱了。你别唱了，你哪儿跟哪儿喊一儿啊？我这人还爱搭呀。口头语儿。哦，你这口头，你马路走着走着，你喊儿啊，你口头。不是，我看见你就想起来。去，唱就完了。21岁的小寡妇，行了，少姓没食儿啊，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的犯了白裙儿啊，死了那个栾云平啊，过了门的。啊、很好。
很讨厌。废话，什么叫死了那栾云平？我唱挺高兴，你嚷嚷什么？你是高兴了呀，人死了那个当家人，当家人就是栾云平。这根据你们家事儿改编的，这段叫小寡妇上坟，对，就是给你上坟。给谁上坟？没有我就有这段子。这段您都知道？我知道。我再来一段，哎，这是个小再来一段，你甭说知道哪段，你给我接上下句来，我算服你了。哎，我来这阵，这阵美国我也唱。你给我接上下句来，证明你有本事啊！我行，加拿大我就没猫着唱。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下句。不要拘束，不要拘束，我接你奶奶个孙子。完了啊，人身攻击，人身攻击，说这玩意儿也废话，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你说这这都没有用，您啊没有用，知道吗？没有用，不哎，闲刚，这么话叫闲刚。我跟你说，我都就腻歪这闲刚，没掺康兑水，没有这么一段，就知道怎么没这段？你不会告诉没这段，这不可取，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也不是为了打架，不是说的他唱上来了，什么我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这都没用啊。这没用，知道吗？什么叫没用？你倒不吃亏，是不是你？不是，咱就这种关系啊，根本就没这么一段，我怎么接？不，有这段，这是一个小段，小段叫两只羊。有这段吗？有这段，两只羊啊，对吧？这段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不要什么意义，娱乐性就可以了。通过这种展示，告诉您说学逗唱，还有唱这个字，才构成四门功课。对不对啊？是说相声的都会这个，老师教徒弟先看看口齿清楚不清楚，对，眼神好不好，基础条件。眼神很重要，眼神说相声的眼神不好不行，眼睛有毛病，对眼儿，对眼儿能说相声吗？对眼儿什么样啊？黑眼珠往一块对，一鞠躬您就乐了，这样说相声。我们给您说段相声，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哎，行行，您回来吧，二您回不了国也干了，这说不了相声，斜视也不行。斜视什么样啊？斜视黑眼珠往一边斜，朋友站在这儿得这样才能看见。斜视古人也有斜视的。谁呀？陶渊明，大诗人陶渊明斜视。你见过呀？他那诗里写着呢。诗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斜眼儿。怎么斜眼？您琢磨这情理啊，采菊东篱下，东边采菊，悠然见南山，他不斜眼。斜眼，陶渊明斜眼。你 啊你也是吃饱了撑的。他也是斜眼。所以说什么呢？斜眼不成，说不了相声啊，口齿更不行了，咬舌见舌，大舌头结巴嘴，这都不可以，是不可以啊，尤其是大舌头啊，一二三说不了，一二三怎么说？一二三，啊，这二说不了，222，嗯，哦不哦收，非挑这数，针尖笔管点跟眼儿，都是小字眼儿，周焦笔管屌跟咬，啊，还屌，这都不可以，是不是吧？结巴也不行，结巴俗称叫什么呢？叫口吃，哎，口吃就是一般这脑子比较急性子。啊，这三句话都想说出来，堵住了，谁也说不出来了。是口吃啊，这个结语呢，你不要歧视他们。为什么呢？有的那个结巴一辈子了，他改不了，他也想改，他不是故意的，是吧？我们邻居有一老大爷70多岁了，打3岁就结巴，有会说话就开始结巴，到现在结巴经验也得有60多年了，是吧？那么丰富干嘛使？有那个男青年，那个小孩老拿人开玩笑，男青年，张大爷。张大爷，你跟我们学个鸭子叫，哎，我们请您吃白瓜子儿，确实是坏门。老大爷不高兴，去吧，啊，我不给你学鸭啊鸭啊鸭啊鸭子叫，人不学，我也不吃你那白瓜，啊瓜，啊瓜瓜瓜，哟，啊瓜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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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子儿，哎，多可气，不学还得学上，你这玩意儿，
这又学又没吃上。所以说呀，这些人就年轻人就可气，这哪别拿人开玩笑。对啊，我是天津人，嗯，天津呢有一海河啊，海河边呢干嘛呢？有那个退休老大夫义务做按摩，嗯，啊，有那个病号什么的，睡觉落枕了呀，什么这毛病，往椅子上一坐，老大夫穿白大褂在后边给摁，摁这脖子这儿，一使劲摁呢，他缓解缓解，对，舒服。走，底下那高兴了，嗯，好，哦，夸呢。走，好，不，走，好疼！嗨，你说这结巴耽误事儿吗？都快给掰碎了。你说疼多好呢？好，好，好，好疼，多摁两下。溜溜达达往前走，是前面有一早点铺，嗯，我进去吃点早点吧。啊，那是早点呢。不是拿钱呢直接换豆腐脑换烧饼，不是，嗯，拿钱买牌，买牌，拿牌走两步到这边免费换烧饼啊，换豆腐脑啊，都不花钱，免费的啊。我等会儿这边是 free，嗯，我拦您，不是怎么免费了？拿钱买牌，懂吗？懂。你拿牌上这边免费换豆腐脑。不是，这回这不叫免费了，那牌是花钱买的呀。花钱买的不是牌吗？那豆腐脑呢？免费换的。你这种人，你花钱买的，你给人钱，人给的是牌儿，这牌儿是值这些钱，拿牌儿再免费再换这个，你不懂这个，你不懂这个，知道吗？他这想法，他能长寿，我跟你说，不是您没免费，你没少花钱。干嘛你？你管着吗？你这人你是整人一杠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免费吧。免费换豆腐脑，免费的，你这玩意儿他搁豆腐脑里边，他得有佐料啊，对，是不是搁卤子呀？什么的都割完了，有一样得问问什么？辣椒，有人吃辣椒，有吃的多的，有吃的少的，有不吃的，那可不就三样吗？快，啊，了一勺，您这辣椒怎么样？您够吗？嗯，这大哥一听，哎，少，哦，爱吃，少，再来一勺，少，再来两勺，少，哦，四勺还嫌少，再来八勺，八勺，少，哦，还少，还嫌少，怎么办？这一盆都给你，对。都扣里了，是扣里，他也说上来了，说上来，哎，少搁点儿啊，多可气！那都扣里，他告诉少搁点儿，对，这一碗怎么吃啊？没法吃了吧？我再给你盛一碗吧。人家真不错，上那边交100块钱去啊。这100块钱什么钱，啊？100块钱辣子钱啊。辣椒有那么值钱吗？得罚你，知道吗？辣椒这又赚一笔。所以说呀，你看这玩意儿说话不清楚，耽误事儿吧？嗯嗯，这都是我看见的啊，我亲身经历也有。这里还有你，在北京，嗯，王府井大街，这儿繁华，大家有到过的。哎，十字路口那儿啊，有这个公交车站，嗯，我排队等车，排第二，等车。哎，前面一个，后边四个，呵，我等车。马包队没几个。打我右手来一小伙子，嗯，背着个书包，外地的。哎，看看站牌的，看看排在我前面那个。是。打听路，哎，咚咚咚咚咚。同志，哦，这就是结巴。这八个车哪个车到白？哎，百货大楼啊！我要去百货大楼。这一二三，这八个车哪个到百货大楼？嗯，你要认识你告诉他，不认识也说句话啊。前面这小伙子不礼貌，是瞥他一眼，他可听见了啊，他不搭理人家，这还死心眼非问他，哎，同志。这哪车到百货大楼啊？哎，还不理他。嗯，这急了。哎，同志，你怎么回事啊？多着急啊！我外地跟你打听路，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嗯，北京市是你的吗？外地人不许来，是怎么着？不是这意思。北京市是首都，是首都就是开皮头，知道吧？嗨。你为什么如此不礼貌？不是，北京精神大牌子写着你都忘了吗？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尊重结巴，是不是？哪来尊重结巴？你为什么不理我？是啊，你为什么？哎呦，要干仗！我一看真着急，我赶紧接过来了。哎，哎，我说这先生，您先别打他。嗯，您不是着急办事吗？对，百货大楼不用坐车。顺这条街一直走10分钟，左手就是百货大楼。哎，您好，您走吧。您圣明，受感动了，是拉着我手，谢哦，谢，嗯，谢。我说别谢了，有谢这功夫你到了啊。对对，确实是。把他打发走，我说我前面这个，
我说这先生您不像话啊，认识您告诉人家，不认识您说句话。哎，人问您三回，你怎么不说话呢？就说呢。他一解释，把我逗乐了。他说什么了？嘿嘿嘿，我啊，我不能说说话。怎么了？我要一说话，我们俩就得打起来。怎么打架呀？他肯定说说我学他啊。您说可气不可气？俩结巴。我一琢磨还真对。嗯，车来了，我们上车了。是，不说话是不说话呀。说起来呢，一聊上天就没个完了。哦，这位还挺开朗。认识我？哦，哎，我认识你。哎，你不是德云社说相声那个高？我说高峰。对对，高峰，说的不错。好，就你那捧哏的差点，啊，老抢缸，知道吗？还得结巴的。哎，你那个说的好，就最好那是那绕口令。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说好，你那嘴说实在的，那好，比我利索。废话呀。他也肯定，我还挺高兴。他是不抢缸了。就是前面车门一开，你猜怎么着？啊，上了一妇女，女同志，这女同志二十来岁，挺漂亮。哦，前门上车呢，奔后门走。是，到后门他可没下车。多新鲜！有一空座，他也不坐。嗯，拿出张纸来擦这座，这就没有必要了。前后擦三回，三次坐下了。哎，旁边人看不惯。你瞧，刚一坐下，出个虚功。这虚功是就是放一屁。声音还挺大啊，跟我上车那结巴说句话，全车都乐了。说什么了？高老师，哎，看这姑娘多爱干净。嗯，擦三遍都不行。怎么样？她还吹吹。谢谢大家。哎，那人说侯老师怎么把你们请回来了？是不是郭德纲死了？没有，没有啊。是没有。我看各位朋友有擦眼泪的没有啊？不至于，不至于。没这么回事，郭先生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是。为什么呢？他说两段了，比我们辛苦。对。而且他的岁数比较大了。啊。明年就73岁了，是吧？人家像七十。终点站。不，是吧？没有那么大岁数。多大岁数？40来岁啊，43岁了，也不容易。郭德纲活到43是个奇迹，啊！怎么就猝死的命是怎么？不是吧？没那份意思，就是说呀，他为了相声事业呕心沥血，啊，鞠躬尽瘁，死。哎，嗯，这怎么又给说火葬场去了？没不不，他一般不火化，这个。反正他相声说的不错就完了。对，把我们让回来呢，再给您聊上一点。嗯，相声的素材呢，无外乎来自于生活。哎，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非常搞笑的。是啊，演员生活当中也很搞笑。我们吗？拿我们这个演员来讲吧。要谈谈我啊，他这个演员呢就不够格。哎，脑子非常慢。谁说的？我说的。嗯，脑筋慢承认吗？不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脑子快极了。当着各位父老乡亲，我在这儿，我测试测试你。哎，欢迎啊。这么办吧。啊，我问你问题啊。哎，问什么说什么啊。嗯，您贵姓？我姓栾。好。嗯，反应够快。是吧？今年30多了。对。他愣知道他姓栾。你这不都废话吗？怎么的？你问我姓栾，我告诉你我姓。不，那不行，这叫有问有答呀，这太简单 ，so easy， 这不行。咱来一个叫所答非所问，你敢来吗？不懂的。就是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嗯，你这个答话跟我这个问题别挨上，就算你对了。不是你再说说吧。一挨上就算错。举例子。比如问你，你吃饭了吗？我没吃。不对，待会儿再吃。挨上了。先放冰箱里。不行。不太饿。别说了。搁微波炉里。打住。我问你吃饭了吗？你说我吃了，没吃，不饿，一会儿再吃，这都不行。嗯，这都跟吃没吃饭这话题有联系。不是，那应当怎么答呢？所答非所问吗？嗯，我问你，你吃饭了吗？我呢？你说我有痔疮，就对了。不是，这不挨边儿的。哎，越不挨上越算你对。是吗？天马行空，这就算正确。那咱试一试啊。敢来吗？敢来啊。敢来吗？啊，咱也不用多来啊。哎，不用多来。嗯，咱就啊。来这么五句话，五
五句话。五句啊？哎，五句啊。嗯，这里边你准得挨上啊。我挨不上。注意啊，贵姓啊？我有痔疮。今年多大了？我有痔疮。你属什么的？我有痔疮。你有痔疮吗？不是，你这叫怎么意思？废话，你老这一句还行啊？还得换。多新鲜呢，换词儿，换词儿，你。换词啊，换词换词，每句词不能一样啊，您放心吧，还得快啊。那放您来吧，一撂地就算完了。我这撂不了地就算输了，把话都撂地。贵姓啊？这灯泡够亮的。叫什么名字？我爸不是塑料的。你哪天来的？我新买双鞋。几句了？三句了。哎，你这怎么样？哎，挨上了吧？不是，好不好？接着来，这还挺有意思。不用来了，挨上了。我问你几句了？我说三句了，这不爱上了吗？哦，这也算一句啊？多新鲜呢！我问你几句了，你是三句了，爱上了吗？对答如流。哎，这问什么说什么，还来什么劲呢？对吧？我呀，这我没留神。留神呢？哎，错不了了，更对不了了。再来啊！再来，注点意啊！啊，你贵姓啊？哎，灯泡够亮。你多大了？我爸塑料。你怎么来的？我新买双鞋。几句了 ？Thank you very much。哎呀，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这个脑子慢呐，是真没辙。哎，确实是，真没辙呀。不是，这不是脑子慢，脑子就是慢，你绕得不过来呀。再来一个，证明我脑子慢，咱就下去了。再来一个啊！哎，我再给你说一个啊，你脑子更慢，你反应不过来。不能，不能。我最近喜欢研究动物学。好啊。研究动物啊，就是 animal 动物学。动物我知道，就是动物。我喜欢研究 animal。行，就动物。我问你啊，嗯，我问你啊，你问呐，哪一种动物？爱问为什么，这太难了。哎，鹦鹉不对，八哥 no 不对，不知道了。告诉你，嗯，长点心。说有一种动物爱问为什么，是哪种动物？嗯，哪种动物？哪种动物？狗啊。为什么呀？就在此次北美巡演的最后一站。郭德纲也是特别带着儿子郭麒麟来到洛杉矶拜访同门师伯吴兆南老先生。说起吴兆南，很多网友会感到陌生。吴先生是侯宝林先生的徒弟，现年94岁，也是当世年龄最大的侯门弟子。说起和吴兆南先生的会面，追溯到上一次还是德云社2014年来美国巡演时。两年后，郭德纲携子再度拜访，看到吴先生健康的身体、清晰的思路，更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师徒二人也特别亲热，尤其是吴先生在2014年92岁高龄时，还曾自驾车去剧院看德云社演出，真的是让人惊讶不已。前两年来还自个儿开车去，嗯，有，嗯，90来开车看看去。瓷器是您自己烧的？啊，自己烧的瓷器啊？啊，自己烧的瓷器。哪儿了？自己挂的，我挂了一个呢。哎呀，小伙也是。哎呦，您看后边那也是。哎呦，您看这烧的陶瓷，啊，哎呀。哎呀，是不是就是乖的身子，出尽活血。短暂的拜访后，为了让老先生好好的休息，郭德纲一行也是赶赴剧场准备当晚的演出。在祝福师伯身体健康的同时，二人相约来年在舞台上再度合作。年年年来，哎，年年老得来，行了，行了，咱走了。下面请您欣赏《爱情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送奖状来了。什么呀？你画的什么，姑娘？真能耐，谢谢啊，谢谢谢谢，哎。多才多艺啊，还有没有？嗯，没有，不送名我走了。嗯，那个刚才是高峰，嗯，高峰就是于老师的女朋友。对，啊，没有，不能不承认啊。谁呀，啊？哪有这事？让他们两个休息一会儿。嗯，又换上我们来了。是，高峰、于老师还有我，我们仨，嗯，算是发小。对，一块长起来，这都是这么大就在一块儿。对，小孩呢。从小便认识啊，你这话听着那么别扭啊，
从小这从小就认识，就这么说吧，嗯、啊，现在啊大变样儿，那也得说从小便认识，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对，谦儿哥对我们这几个小兄弟不薄啊。怎么叫不薄呢？您太客气，跟我们在一块儿没让我们花过钱。啊，那我大几岁的，应该的。还、哎、哪那么些应该的啊？是，人家家是有钱。嗯，人他父亲卖身的啊，你就别提这个了，就忘不了了你这。但是人家凭什么给你花钱呢？啊，小哥几个在一块儿啊，吃饭，嗯，人家花钱。嗨，有就花呗。喝茶，嗯，人家花钱，一样。喝酒，嗯，人家花钱，应该。哪怕去那个地方，嗯，人家花钱。去哪个地方啊？新华书店呢？哦，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你叫聂个地方啊？嗨，改外地人了，你真的啊，真是，看他花钱都眼晕。怎么呢？这家到底是干什么的？趁钱啊？怎么这么有钱呢？哦，我们那会儿还，我不知道谁还记得，有一种东西叫 BB 机。嚯，那就用了一阵儿。哎，得四十来岁往上的人。嗯，传呼机。对，我们就弄那个，最开始700块钱。对，后来有汉显的汉字，嗯，1000多到2000多都有。是，弄一这个我们还显摆。你看我这个，嗯，那会儿人谦儿哥，嗯，就用手机。对，我这手机买的早，大哥大。是。你这是模型小，这拿了一样子，你这小。嗯、我们见过谦儿哥那个比这得大大这么些个，加上天线那么大个。听说那是二战期间用的，那是。人家就用这个了啊，我们还臭显摆呢。哎，我这个1500，嗯，那个我这1600，嗯，人家于老师在边上，嗯，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哦，嘿，你先等一会儿，你，哎，咱别的先不说呢啊，哎、你管这个叫云淡风轻啊？这个，我这干什么呢？我这来电话了，来电话，我干嘛这样？震动的。我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这，哎呦，这才伸手掏这电话啊！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吧？哎，什么呀？喂，哦，我是于谦呐。哦，谁呀？打错了。打错了？那我这么惊讶干嘛呀？常联系哦。还联系什么呀？挂了。我这手机插哪儿了？啊？不是，你给我给我一解释嘿。裤子上面有一口袋。哦。听这声可是穿破口袋了。插好了手机。啊。云淡风轻的往前走，又一来了，嗯，哎，我这没在口袋里吧？这个，嘿，嘿，回来吧，啊，哎，这行，别使相了，有钱，什么有钱？这跟有钱有关系吗？两大特点啊，第一是有钱，哦，第二是有情，哎，这个是最重要的。随他父亲，啊，我们爷俩像，哎呦，那老爷子有情义，嗯。啊，这么说吧，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哦，看得见的女人就爱，这叫有情啊！那是后来家里说这怎么办呢？嗯，给他父亲把头剃了，哟，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了。一上午看上6个上香的女施主，哎呦，就这样。这点他随他爸爸，我也这样。12岁就看上他表妹了，嗨，就看上我表妹了。表妹叫绿茶，哦，绿茶婊啊！你别来这套啊，这词儿我们懂。这就说当年小时候这胡来，后来正经结婚跟嫂子过日子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话对，现如今啊，天底下最疼你的人就是嫂子，那应该的呀。第二个是我啊，对，我们我跟嫂子疼他那真当亲人一样。这怎么那么别扭，这话听的
有时候于谦出去拍戏拍电影，嗯，去过十天二十天的，嗯，我跟他媳妇儿，嗯，一天打七八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是坐火车吗还是开车，哦，火车还是动车是怎么着，嗯，具体哪版哪点啊，就说越细致越好，哦，千万不要那个大半夜回来给你个惊喜，那得把人吓死知道吗，哎，好嘛，你们打算问出什么来，这是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收拾屋子归置干净了给您接风啊，是这样吗，哎呀，老嫂比母小，说的是儿，哦，良心放在当间，应该这样，多能见嫂了咱们客客气气规规矩矩的，应该，嫂子好，他带鞠躬的，一见不日，嗯，如何散？哎，你先等一会儿，哎，不是，有一个多月了吧？就别往后说了，别往后说了，纠正您一词儿啊。好的，那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四个字儿，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那不行，说乱了不行。如隔三秋，对，嫂子您挺好的，哎，嫂子也挺大方的。他说什么？死鬼！哎呦呵。你怎么有日子没来了呢，啊，是你在家里看得紧，这嗨没有这么对话，谦儿哥呢，嗯，你来的正好，哦，刚走，哦，嗨，对，我刚走叫正好啊，进来进来进，嗯，上家吃豆腐来，嗯，吃什么豆腐，他会做饭呢，啊，麻婆豆腐葱烧豆腐，哦，一炒炒一大盘子，嗯，吃这热菜，哦，然后凉菜呢，凉菜是拿黄酒蒸的金花火腿，哦，片成大片，嗯，吃这个，嫂子这什么呀，嗯，缺德，怎么了，有一腿，哎，怎么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是吗，你们这不得隐晦点吗，不能瞎说啊，我跟嫂子我们那是有过梦的交情啊，过梦的交情啊，那叫过命的交情，过命的交情，你咋他你跟他有什么过命交情，我跟谦儿才算过命的交情，这就对了，举一个例子啊，啊，看我现在我也不喝酒，嗯，但他一说我找你喝酒去，您快来，欢迎吗？陪着呀，哦，打下午四点能喝到半夜十二点去，就陪我那么喝。又困又累又乏，觉着没意思，但是撑着绷着也得陪谦哥喝酒，聊天为主，交情嘛。嗯嗯，喝的迷迷糊糊的了，嗯，手机微信响，谁来的呀？他媳妇给我发一三点照。哦，半夜里他给你发一三点照，发一图片啊，拍了一个钟表，上面三点。瞧这怎么那么别扭呢，谦儿，哎，你看这个，啊，我给我看，哪举那么高啊，谦儿一看这个，啊，哦，我要现形是吗，这是拿照妖镜照我呢是吗，看这表啊，看表不用举那么高，我嫂子催你了，三点了啊，急了，什么，我用他催，哦，回去找他打架去，哦，你这边这边谁拦住，脾气太大，到家就翻脸了，真急了，我用你催我啊，你要疯啊，哎呦，嫂子说你懂好歹不了啊，啊，别闹，这几点三四点了，是让街坊笑话多丢人呢，嗯，这叫什么丢人呢，哦，我丢人给你看，我要干嘛呀，我现在就上街，啊，小区外马路上，嗯，脱个一丝不挂跳舞，我这给谁丢人去了，我这是就是这么耿直啊，我这叫耿直啊，这是一个要强的 boy，嗯，哎嗨，行了，您就是好好说话就得了，推开门就出去了，啊，嗯，出小区上马路脱个一丝不挂跟那跳舞，真去了，正跳着呢，啊，我到了，您干嘛来了，眼泪都快下来了，你看怎么了，走就不放心，哦，担心真吵架怎么办，嗯，来到这儿果不其然黑灯眼枪杆狼给光屁股跟那跳舞了，多丢人，一把我就拉住了啊，谦儿哥别跳了，上路灯这儿来啊，看得清楚，我那儿你嫌我这黑灯眼看不清楚，是灯底下暖和，啊，那能暖和多少啊，那我上楼找嫂子给你讲这人情去，哦，你去啊，迈步就上楼，啪啪啪一砸门，嗯，嫂子这火还没下去呢，那是死外头，嚯，不用回来，嗯，你不是能力大吗，嗯，我告诉你于哎，就嘿，怎么看着你他消气儿了？进来把门关上，插销插上。哦，你怎么来了？啊，细声细语的。外边有一跳舞的，你不知道吗？哦，前儿光着屁股跟街上呢。啊，我还以为是气话呢。嗯，真的呀。啊，什么样儿？还什么样儿？这对，我给你学学啊。啊，我用你学吗？这搁这，
我用不着你学啊，学什么呀？于谦什么样，我什么样？不用，我也脱一丝不挂。什么呀？就为给你讲这情。讲什么情啊？讲这一夜情啊！哎呵，我就知道好不了。讲情转讲到转天中午12点得有。嚯、哦！嫂子说行了，我这气儿也消了、嗯、啊，让他回来吧。你看，哦、一天云彩散，那就完事儿了。走，叫于谦去、嗯。你连裤子都脱了，什么人性、啊？来到街上，我眼泪下来了。怎么那么爱哭啊？于谦躺在马路当间有一花坛，啊，那花池子啊，跟那儿睡觉呢。我也是跳舞跳累了，你个心也太大了。不是你说的吗？我跳一宿，衣服叠得很整齐，放在边上啊，鞋放在衣服边上，多规矩、哎。然后手机插着充电器，嗯，那头插在土里头。哎，嗨，还是喝多了，一丝不挂，光着屁股跟那儿躺那儿，光着。哎，他在从中笑，我就别笑了。我围这花池子啊，得有40来个老太太跟那儿看。这老太太们都干嘛的？就是那个跳广场舞的那帮啊，这也实在没事了，大帮围着。嗯，这个就是那于谦吧？还说话了？对，嗯，于谦，对，是我。哦，够白的啊！你管着管不着？怎么那么贫呢？这帮老太太有点正事儿没有啊？哎呦，那谁，孙奶奶啊，你给我拍一个。对，就别拍，这有什么可拍的呀？这个，嗯，我赶紧来了。啊、奶奶们散了吧，快回家回家吧，该走回该吃饭了、啊、该做饭了啊！我这一拉于谦儿，嗯，老太太不干了，怎么别弄他走啊？干嘛呀？我打电话了，打什么？我们这赵奶奶输液去了，一会儿回来看、哦、死不死啊？他都输液了还不忘了看光屁股老爷们呢？这个什么人呢？这都是赶紧给他们轰走，带着于谦儿回屋啊！一上楼啊，鼻涕眼泪全下来了。这他感冒了，冻的呀！啊，眼瞅着发烧。哦，嫂子真疼他。嗯，哎，那个，你听我的，该疼你还得疼你。哇，别吃西药啊！怎么？西药伤肾。哦，那我给你熬点中药吧。啊，中药。这碗中药熬2钟头，费功夫。嫂子端着中药进来了啊。嗯，累。大郎。哎，嗯，你喝了它吧。哎呦。他这挣扎着啊，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哎，对、啊嗯，这会儿功夫，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哦，怎么又有你呀、啊？这里就别掺和了，这都潘金莲了。嫂子给我也熬了一大碗，老有他的。你这碗是参汤，哦，人参。嗯，谦儿他爸爸卖人参，又来了。嗯，喝这碗你补一补。嗯，我这一接没拿住，啪嚓掉地就碎了。哟，整个碗全碎了。啊，哎。哎，一个 A 字没出完，嫂子话到了，说：“哎，什么 A？ 嗯，我再陪你一碗就是了。”什么什么陪一碗？刚才不是陪一碗了吗？这个陪药知道吗？中药对，说的就是。哎，人家两口子感情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我们有感情基础。那的，他俩人认识那会儿啊，你想于谦那会儿还穿青纶裤衩呢。对，我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这个，那都得40-50岁往上人才知道啊。青纶你懂吧？青纶不就是化纤的东西吗？就是那个假羊毛的玩意儿啊。那会儿净这来个青纶的裤子，嗯，那玩意儿有静电，是，穿裤子还噼里啪啦的了啊，穿裤衩儿。啊，好家伙，老看谦儿那会儿头都立了。哎，好嘛，我到了科技馆了。啊，嗯，啊，追那公汽车，追着跟前一摸，啪就出去了。哎呦嚯，我摸电门上了，这么大电。打那边于谦儿这样过来，嗯，一看就是没穿裤衩，光着呢。你要一看这样过来啊，嗯，静电，说明是晴纶的裤衩。哎，我还以为又来电话了。嗯。认识嫂子了，嗯，才把青纶裤衩扒了，哦，拿毛线给织了一钉子裤。对，毛线的还得是钉子裤。我也不知您哪位穿着钉子裤了啊？啊，来举手，举手，我看看啊。没有，没有啊，都不好意思，勒得说不出话来啊。嗨，这钉子裤勒完是痒痒，你知道吗？它毛线的呀。谦儿那会儿没事老得挠啊。哦。所以您记住了啊，嗯嗯，这个啊，来电话，哦、这是。青纶，哎，这是毛线的。哎呀，
怎么那么乱？我这一天太闹得慌、哎。要是半天不动，然后抖了，那是他爸爸撒尿了、哎。别都连上了，您这个没有那么些乱。嫂子对他那是真好啊，他对嫂子也好。那我们两口子互相。有一天我要拍电影，就你们俩这也算一好故事题材。哦，认识有20年了吧？哎，差不多了，20年吧。嗯，20年前好像是一个6月3伏。对，我们认识是个夏天，北京热的都不行了。嗯，北京那个热呀，热的人死的心都有，闷热，闷热。20年前也不是家家有空调啊，买不起。他那会儿住一平房，嗯，小平房，床那儿躺着，嗯，屋里小电扇。有一电扇就不错。半夜12点，热的那汗都塌了，睡不着觉。嗯，天儿实在没辙了啊，啪，这是把盖着貂皮掀开了。我热死都不多，这么热天我盖貂皮睡觉啊？你看，棉被掀开了，啊，军大衣掀开了，哦，嗯，毡子、毯子，啊，哦，地板革，哇，塑料布，啊，哎呦。油毡，嗯，我这盖房呢，我这当时觉得，哎呀，喘气儿都痛快了，对，少不压得慌了。这怎么早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呢？嗯，防暑降温啊。对，谁呀？转身坐起来了，嗯，对面就那电扇。哦，哎呀，你快点转，快点转。嗨，哎，怎么停了？怎么坏了？坏了呗。嗨，真生气。嗯，抄起斧子来，2下把电扇就砸了。生气，扔了斧子，坐在那儿运气。嗯。冤枉这电扇了，怎么了？那不是坏了，但是没电了。你怎么知道是停电了呢？啊，电褥子凉了。哦，我这上边捂着，底下还腾着呢，感情。电褥子掀开了，棉褥子掀开了啊，毡子、毯子、垫子，哎呦，狼皮，嚯，狗皮褥子，哎呀。油毡、地板革，好吧，塑料布、凉席儿，我给自个儿裹里头了。嗯，心说一会儿，嗯，火炕灭了就行了。哎，好嘛，这夏天我把采暖设备都用上了。把煤球炉子先搬出去，还一煤球炉子呢。吃2勺辣酱，还有压压心火。我用辣酱压心火呀？自己心里盘算，啊，要不要把秋衣脱了？废话。头半年就该脱了，脱秋衣啊，脱了秋衣里边就剩一棉兜兜了，还一棉兜兜呢，一解兜兜这泡儿这才凉快，暖水袋掉出来了，好家伙，我再给自个儿烫死。我脱棉袜子啊，裹脚布、哦、秋裤、嗯、毛裤、绒裤、嗯、线裤，三保暖，好嘛，里边就剩一个小不点的那个小裤衩，嗯，哎，舒服多了。嗯，突然间电扇的电机又转上了，那是又来电了。可是扇叶坏了，没法用。灵机一动，嗯，绑上3把菜刀。对，刚才没热死，现在能给自个儿砍死。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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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怎么样？一转啊，血都凉了。哎，对，吓得，心说我出去逃活命吧。哎，躲躲去吧，我别死在家里头是吧？啊，出来了，这一出来，啊，看见你媳妇儿了。哦，这时候碰见我媳妇儿了，哎，就站在这边电杆子底下呢。哦，哎呦，热的也不行了，谁都热，那口签儿的汗，就是擦汗。一回头，嗯，电杆子那儿站着一女的，是那会儿可不是你媳妇儿啊？当然，就算是个姑娘吧。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就是姑娘了，就是个姑子那会儿啊。嗨，姑娘，一回头啊，瞧见这姑娘，哦，这姑娘。满身大汗，谁都热嘛。这几个大汉你还都认识啊？什么大汉呢？都是街坊。这先等一会儿，别说了啊！就这几个坏小子。去你的吧！什么大汉？还满身大汗？还那叫碰上坏人了，知道吗？碰上坏人了。对，什么叫满身大汗呢？于谦大喊一声啊！哎，我管，我排谁后头？哎，我排队来了。我排队吧，不排队，我不排队，我加三儿啊！哎，我加三儿啊！没听说有月票，别胡说八道，怎么着？什么加三儿排队的？我得打跑了他们。英雄救美，就是这故事，把坏人打跑了啊！站在这儿啊，哟，这姑娘感动都不行了啊！是啊，哎，谢谢您，客气了。钱摆上，哎，不叫事儿。嗯，借着路灯看哦，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嘿，于谦儿，嗯，定眼儿一看。哦，
呵，这姑娘白白净，大高个儿，高鼻梁，双眼皮，不用再形容这姑娘，五腮帮红嘴唇。行了，我再纠正您一词啊。好的，那叫定睛一看。啊、我说的是，您说这定眼儿一看，你有什么区别吗？那区别大了。按、啊、您说那个，我拿着大顶呢，应该。哎，那拿手机方便？不是，你别提这个，就叫定睛一看。啊、定睛一看，对，姑娘很漂亮啊。嗯，谦儿，哎，不叫事儿，不叫事儿。哦，姑娘娇羞满面。哎呦，先生贵姓啊？贵姓啊？什么？贵姓啊？先生贵 gay 啊？哎嗨，怎么非有一 gay 呀、啊？这我叫于谦啊。你怎么称呼？哦，我英文名字叫约翰。哦。哎呀，我刚听明白，感情刚才让我打跑那几位是人约来的。大姑娘有叫约翰的吗？这个，你姐姐还叫杰克呢啊？没听说过，哪有这名字呀？你这都不是中国人的名字。好好，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啊？我叫王刚蛋。好家伙！好婉约的名字呀，你怎么听出来的？这是刚改的，好听吧？还刚改的，比原来那好听吧？原来叫什么？原来怎么称呼啊？原来叫王元娥，这叫什么意思？没明白呀、啊。哎，那个我们姐儿仨，哦，我大姐叫王元姬，嗯，二姐叫王元丫，嗯，我叫王元娥。好，姐儿仨按禽类这么排下来的、嗯。我爸爸叫王秃鹫，哎嚯，都给你们抓死，哦、没头发的啊啊。嗯那我没听明白哪仨字啊？啊，姑娘提笔给写“王元娥”三个字，哪三个字？姓王的王，哦，一元钱的元，是鸡鸭鹅的鹅，哦，写完递过来，签儿接过来就念，怎么念呢？玩我鸟，哎，相声都是编的，是刚才这是真的，这谁说的？到我这儿都改真的了。你说一乐啊，出了这个门就把它忘掉就好，可不吗？不用记着。嗯，你好多人听相声老矫情，嗯，哎呀，一定要听完之后要记住什么什么东西，哦、这个活儿忒累了，你说说 啊？还有人说不爱听他们的相声，我都没有记住什么。嗯、废话，你记住我吃谁去？嗯啊，你说一乐的事儿，高高兴兴就得了。嗯、但是这个。嫂子不叫王元娥，这个作品当中一听就瞎说。是是，嫂子叫王上举，我都不知道我媳妇叫什么了。嗯，姓王的王，哦，高尚的上，是举重的举，这仨字我也不知道，我听高峰他们说的。怎么高峰知道啊？嫂子上医院检查验尿的时候跟高峰碰见了。你瞧他这玩意儿前后都勾着的啊。嗯，有高峰啊，有嫂子啊，还有孙悦那媳妇儿啊。你瞧，这妯娌仨碰一块儿了。什么叫妯娌仨呀？啊，开始是高峰跟孙悦媳妇儿啊，拿着小杯等着验尿，一大帮病人呢。嗯，等着一会儿他媳妇儿哦，王上举打那边也拿着杯来了。哇，没有这么些，没有啊，那端煮鸡蛋的盆，拿小杯啊。嗯、啊，这仨妇女啊。嗯，高峰也算吧啊，哎，高峰也算妇女，但是这端着杯说话，嗯，就等着护士叫谁，谁递过去，叫人名吗？护士这儿叫，就叫到嫂子了。哦，王上举，这仨人跟后边聊天没听见啊，那些个病人听见了。哦，王上举，啊，哎，这三位还真听话。嗯，王上举，啊，王上举，哇。这句听见了，到哈、哎！这所以我们这后台有高峰，就有好多闲话啊。怎么叫闲话？这都是他告诉我的。哎，你不信闲话，在那站着，老高，来，我问问他吧。来来来来来。
听你喊我。我问点事儿。啊，您说，这个谦嫂叫什么？王上举吗？你看。上边验证了啊，那错不了。高峰，我师弟。哎。我们仨师兄弟。对。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哎。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是。没错。他是范老师的徒弟。就是。范老师是范道爱。哦。去。你别瞎说，范道爱是你师父，说话。我师父叫范振玉啊，翻译过来是范道爱。对，没有，没有翻译啊，没翻译叫范道爱。不，哪个也不对，啊、没这名字，就叫范振玉，范先生啊，艺术家。哎，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多遗憾。哎，我师父活着呢啊，你，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你宅得多快啊！你看多新鲜。确实，你耳朵尖，你这话说得过分了，怨我了。这话你应该下个星期再说。好的，好的。就活这么几天啊？得三天的吧，这多呀，是怎么着？你别许给他，到时候他讹你啊！早还说多了，哥们。这个我们哥仨一块长起来的，那当然，打小到大，到现在都这个岁数了啊。就是，高峰是我们好兄弟，哎，是，来的时候小孩呢，可不，现在也娶妻，对，生女，嗯，挺好，就是是媳妇给他生一大胖闺女，倍儿可爱啊。生孩子给我打电话呢，啊，得通知生了啊，嗨，就是。对不起啊，是个女孩，对不起，不说得着这个吗？我说没事，我说闺女小子都一样，就是，行，那个，高峰来了，我挂了，哎，嘿，这电话就躲着我呢，合着我们几个是一家子，哎，没听说过，这哥俩就是我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太客气，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那么您打算呢？若有来生，比如说我要是当了皇上，哦，嚯，您要干嘛呀？这是玉谦啊，你就是我的大太子，对你不薄，我，高峰，我呢，二太子，我一猜就是这结局。对，这不瞎说吗？这不是掉里头，拿起嘴就说啊！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就对吧，对吧？我就讨厌这种没有任何根据啊，不是信口雌黄，拿起嘴就说，端起碗就喝。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呀？你等会儿，对不对？你别那么些话。啥？你怎么着疯了吧你？我怎么疯了？废话。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朋友们，朋友们，您都上当了。您有什么根据？你的根据呢？在哪儿啊？这还用什么根据？底朋友们都能明白啊。你想啊，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对吗？您这话呀，您这话我听着都新鲜。怎么？谁规定的？这合作这分这大太子、二太子啊？这合作跟大太子有什么关系啊？不，那咱不谈合作啊，哎，咱就说年龄，我比你长几岁，我是老大，我大哥，我大太子。你大哥，你岁数大，你死的还早呢，你提那干嘛？人大了不值钱，你这江山还轮流坐呢，这玩意儿容易吗？你说，你就看我当个皇阿玛了，其实一天到晚挺操心，是人事儿挺多的，不是？你还有胡子吗？就捋，哎，你别捋了，你说说他吧，什么还皇阿玛？怎么了？这话都对吗？这您先读一读历史，怎么回事？皇阿玛那是清朝的称呼，哎，这是一句满语啊。对，您刚才说那大太子、二太子，那是明朝的叫法，这是一个朝代吗？我说差了啊，朝代都不一样啊。哎，如果我要是皇阿玛的话，那我们这最起码应该是大阿哥和二阿哥呀。哎，你这对，对不对啊？这是历史上正规的称呼，是不是？对呀，你这怎么没有常识，还别人占便宜呢？你这真是阿哥，阿哥大，我大阿哥二阿哥。您不，您动作有问题。啊，到清朝我得当回大的了吧？对吧？你这动作反了，这是大阿哥。这跟朝代没关系。这咱还是按岁数来哈。我是大哥，你给我比你大吗？我是大阿哥。别你，我是大阿哥，剩下你挑。你先等会儿，我刚明白过来啊。什么呀？这儿子辈的，咱俩争什么劲呢？这个。咱俩都是儿子，就是发自肺腑想跟他们俩好。我得跟你争争。哎，您别说话，陛下，我什么陛下？我想毙了你，还陛下呢？我们怎么成儿子了？咱不刚说好咱仨要好好的吗？说的不是平辈要报答你们呢。哥仨，哥仨。那从说吧。哎，您如果我要是皇上啊，如何？你就是正宫娘娘，平辈儿。高峰，你是西宫娘娘，他老差着等级，凭什么你是正宫呢？哎呀，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你多新鲜，一共就封咱俩人，不跟你争，跟谁争啊？废话，那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又来了，他又这套，又这套理论，怎么叫正宫娘娘？正宫娘娘要求母仪天下啊！我这模长得不母仪天下吗？我
好些人都说我母仪天下来的。都是谁？都是你们街坊说的。啊、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码事儿，知道吗？哎、谁长得像老太太？你长得像老太太，你。我跟您这么说，老爷子喊陛下。哎，陛下，那、嗯、个什么，我也。巴结巴结您，哎，怎么您您最好，您立我，为什么呢？他呀，生不出孩子来，是啊，你生得出孩子来呀、啊？哎，我有路子，我就偏方儿吧。哎，我有熟人呢，你有存性啊？对，你不像话，那干脆别吵了。啊、那谦儿是西宫娘娘，哎，你换换。高峰是京中第一名妓，好吗？名妓呀、啊！我下了朝没事我偷偷摸摸找你玩去。不，你要不去怎么办？我给你打一条，我不信你。我让太监替我去，那更没用。别正经啊，这什么好事儿、啊？我那个意思是说，咱们哥仨得好。您就说这辈子事儿得了。好了，现在到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不哦，你看，哎，你看，哎，您来吧，哎，正功一无所有啊啊。行啊，我这低点吧，低点唱。我这个从多伦多那边从北京过来，一下飞机就重感冒，到现在还没好呢。你听我今天声音都是哑的。您把手机插上这儿，哎，痛快痛快，省得漏气，兜点底气，小点声啊，低点唱，来吧，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啊？好，就这样吧，瞎唱瞎闹啊！接下来高峰老师唱一个吧。对啊，高老师唱一个。高老师嗓子特别的好啊，我轻易不唱。刚才在后台那一嗓子吓我一跳。我练着玩呢。他唱了一句现代戏，现代京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就是这句。就这青松这俩字了不得了。绕梁三日啊，就是这意思，绕着粮店跑三天得啊、哎，这叫绕梁三日、啊、我给您起一头，您就来这一句，后边那大伙听听好哦，咱俩一块唱，我给你唱前面，你就唱后边轻松，没问题，好吗？没问题，我起高高的，难为难为。哎，你越高越好，于老师要学哪？您给评价一下。哎呦，不敢当，您您唱要学哪泰山顶？哎呀，等会儿等会儿，哎。怎么了？这是这种人，我可不是拦着你啊！哎，你这是你们刚说的嘛？起高点难为难为我，你起这么低，我唱上多别扭啊！你瞧，你说他诚心起低，他让我唱不痛快，对不对？你怕我在这露脸，对吗？是这今儿各位来着了，我都没听过。你高点怕什么的呀你？一样。不，再高，再高。哎，差不多了，嘿，嗯，这高峰，我跟你说啊，这本身这段高，嗯，后边还有一翻八度呢，还翻上去唱呢，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是提醒你一下，刚说他唱上句，我接下句，手里可没你，对吗？我不唱，你看你这人真是，我既然来到这儿，来回不容易，卖卖力气，认真负责呀，啊，是啊，今天我让你，哎，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我也是碰不上好人了，开过来。你下刀的时候留神那钉子裤，没有钉子裤，还穿着呢。那是，嗯，高点，高点，一摇，再高，一摇，高，一摇，高，摇。哪位踩你肾了是吧？哎，像话啊！我不管你啊，啊，违背艺术规律了，尽你所能。一摇，这调门合适啊？你来，凑合凑合凑合。一摇，啊，就行了。学呢？泰山顶上。该我了啊！一青松啊，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天儿，你先伸的手啊！是废话，我让你别唱了。为什么呀？还为什么？您唱半天没一字都没听见吗？这你看你这，我让你仔细听，你怎么听不见呢？你我是仔细听来了，我净听大便干燥了，有人跟这儿。
他把那开塞露喝了。对对对，你是这不像话，咱唱挺好，他都没听见啊。我说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你看耳朵都震聋了，咱这嗓子说实在的太亮了啊，嘿，震耳欲聋嘛。你们这都真的假的呀？这都是。老高，咱们再来一个。太好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点真听了。穿，来来，咱凑合吧。林海，你看，跨雪，半说半唱。气冲，气声唱法。哎，霄汉，对，霄汉可高啊！啊。小汉呐，啊！我看什么呀？我，你把我咳嗽都快逗起来了，你这怎么样？好不好？什么怎么样啊？精彩不精彩？哈哈哈！你看，你看，有捧的，你看，这都是买主。哎，行，明白。你要让我评价，反正您这艺术就是两个字的评语，怎么形容？这蛋疼啊！嗯，你这嘴里没什么好词儿，这是钉子裤勒的。嗯，好家伙，我有这钉子裤，这都什么语言呢？他这都。高老师，咱们再来一个吧。哎，我还上瘾了，可爱跟您唱了，是不是啊？你听这个，啊，来吧。看这透着就好。哦，这要已经开始了，多新鲜呢！接这个，你哎，注意啊，来吧。哪出戏您哎哎就早点问的忘了没听说，哎，重新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哎哎，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我琢磨这个嘛，就出监厅长。嗯，哎，这回彻底没声了。谢谢谢谢朋友们，没想到温哥华这么懂京剧。哎，哪儿有京剧啊，唱多好。哎，我跟您这么说吧，啊，就您这京剧啊，是这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你这是等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回来回来，您哪头的，哦，哪头都行，您这属于起哄，知道吗？什么叫起哄啊？唱这么好，您正讽刺人家呢。这我告诉您，这破玩意儿谁都行，谁都行，一般人可来不了这个。告诉你，谁都行，你能来吗？我当然，这不是废话。你看好，大家欢迎，让他来一个。你来，这就叫枪火。什么叫枪火？你来不了，你说这嗓子哑了，我别的唱不了，不出声我还唱不了。不出声啊？嗯。于老师准备好了吗？哟，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就是说大话这劲儿，您喊个嗓子吧。嗯，哎，啊，咦，哎，行，再加点啊，来吧。这都是行家。嗯，温哥华京剧发源地。就是哪儿？京剧过发温哥华来了。嗯，咱们开始吧，好不好？来，来吧，这就开始了。哎，啊，啊，你再高啊！多可气啊！反正尽你所能吧。你就学我，你好不了，就是的。听着吧。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虚心箭，战立功啊满。行了，让你过过瘾，来，来吧。Please, it's your turn.阿里哥在一骂死 ，Come on， 整，不是，不是你，嗯，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不是？哦，啊，哎，怎么样？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唱不上去，你卷袖子干嘛你？废话，嗯，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怎么缺德了？本身这段调就高，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那到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我可以试试。你行，好，你这就叫枪火，有型的。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后头。啊，我还开头。对，你高点给他起，挺好吧？哎，尽你所能。哎，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着本宫喜心间，战立功啊满，真好。你捧我干嘛？捧我干嘛？
好好哎，接着这唱，接着唱。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哎，好嘛，别这么些废话，接这个来，站立宫啊门叫小凡。谢谢，哎，待会儿演完了咱们吃夜宵去啊。有呵，有人去啊？啊，男的别打岔。哎，好嘛，什么人呢？这个特别开心哈。是啊，我们仨也没有别的手艺了，对，就爱说相声。你们要这么爱听相声，以后我们就常来吧，好不好？哎，好啊，好山好水好无聊。嗯，乡亲们受苦了，就指着你了。嗯，今年德云社20年大庆，是喽。今年比往年演出安排的多一些，哎，频繁一点。嗯，分了这么几个演出的队伍。嗯嗯，就从年初开始，就是我们先挑，嗯，一线城市我们先挑，我挑剩下岳云鹏去。嗯，岳云鹏再摘剩下呢，郭麒麟、烧饼他们去。哎，再往下什么就是张鹤伦什么大伙儿，反正不一样的演员，不一样的演出。那是啊。今儿来的是部分演员，有您熟的，有不认识的哈。嗯，我把他们几个叫出来，咱们再聊会儿啊。哎，好。打头那头一个就是高峰高老板。来，这当这旁边这个啊。这是我最爱的一徒弟，德云社的忠臣孝子栾云平。那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哎，我徒弟严鹤祥。嗯，我徒弟啊，曹鹤阳。这是儿徒，跟儿子一样啊，烧饼。主持人是我师弟邵侯爷侯震。嗯，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有会唱的别唱啊。嗯，别唱。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嚯，这行没法干，没意思。我都上温哥华了，他们都知道说相声不团结，说个破玩意怎么弄啊？嗯，哎，嗯，有时候不那么亲，哦，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嗯，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到如今。嗯，也要说亲啊，观众们亲。对。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嗯，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